你今天没去楼下健身啊？没去啊，怎么了？我说嘛，刚才楼下阿姨问你来着。问我什么呀？那你怎么好几天没上楼下跳钢管舞呀？钢管舞？嗯，那叫引体向上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你小皮套吗？因为你买不起金手链。拍张照，再换个动作，好，可以了。其实我还没有关嘞。爸，他人呢？他已经永远的离开你了。为什么？你觉得靠卖羊才能上得起人吗？背景的。可是，别有勇。他们家有30万头。有30万头羊，半个内蒙都是他们家的。哼，心肝还没走远，赶紧追。真是高手。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。他就是背不出。妈妈，这个王汁儿是卖什么的呀？啥王汁儿啊？人家这叫八珍王。什么？打不过我爸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追不上我爸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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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被我打败了，全都一起上吧，我根本没在怕。男司机转弯，女司机转弯。哎，这个方案之前要重新再改一下，今天这样改不了，改不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去楼道里听一听，整栋楼就我们最吵。废话，别的公司都下班了。我们在这里工作赚钱，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我们自己赚钱。看我赚不赚钱，关屁事！哎，你说说你吧，你工作就不能像吃饭一样勤快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一天吃10小时饭。大家能聚在一起也是一种缘分呢、啊。我们要相亲相爱，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一样，不要快点啦！对三，今日教大家粤语绕口令，跟住我读咯，掘根掘骨。掘金掘骨，掘骨，掘金掘骨，掘金掘骨。妈，你今天去体检了？嗯，
那个尿检咋检查呀？首先，医生给你个杯子，你把你的尿装入杯子里。哎呦我的妈！然后呢？你这手机里三十九 M 是谁呀？啊，是你认识三十九天的美眉呀，还是穿三十九号鞋的美眉呀？啊，还是三十九岁的美眉呀？你说哪个？就那个。这不我想叫妈妈。你这样看啊，就一般都是掰到这儿嘛。有还在解说对吗？对。老公，就是我得死了，但是必须吃屎才能救我，你吃还是不吃？吃，吃多少？一直吃，吃到你长生不老。出国旅行必须掌握的英文句子。下一张。前面有一个身材很好的小姐姐，我们去撩一下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呢？我要说什么？有一种人平时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是当他一笑就特别好看。下一位学员，我是吴亦凡，来自哪里？别管我在哪儿。够嘴，我喜欢。开始你的 freestyle。你看着灯，多亮。哎，这样。哎呀，啊，那个谁啊？是吧？啊，自己啊，盘呢，盘呢啊，盘呢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个会吗？不会啊，咋的了？不会，你带我吃宁宁呗，挂我嘴唇子了。我正在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。帅哥向我问路，长得可帅可帅了，然后他一直冲我笑，好像认识我。妈妈，我好像恋爱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哎，闺女，闺女，来来来，拿手机，拿手机，拿手机。媳妇今天真漂亮啊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你别笑。哎呀，真好玩。我爸还在里面呢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哎呦我的妈。
Pararam pra reparar. 喝，等会儿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抠鼻屎啊。你追我的时候从来不抠鼻屎的。我追你的时候你抠脚吗？你好意思说我？我是老王，正在奶茶店看着我最爱的电影，突然碰到邻居静静。老王，你也喜欢《海底总动员》啊？我每次看到尼莫和他爸爸相遇的那一幕，就会忍不住感动要掉眼泪。小丑鱼这个物种有两个特点：一，幼鱼在成熟前是没有性别的；二，雌性鱼因为其他原因消失了，雄性鱼就会在几周内转换成雌性。因此，尼莫见到他爸爸的时候呢，他爸爸已经蜕变成了雌性，而尼莫也已经成熟了起来，肩负起了传宗接代的责任，所以其实应该叫老婆。刘老师，你有没有锤子啊？我想砸两个核桃。有个锤子。有锤子啊？那你借给我呀。哎，没得，一个锤子的锤子。什么？你有两个锤子？一个铲铲，铲子，那也可以拿来砸核桃啊。我跟你说个锤子，那你到底有没有锤子啊？有个毛子。Hello, it's me.Ah!